一刚开始小孩刚接触到积木，其实在他们的生活周遭其实都是一个常见的一个素材。那刚开始在学校里面提供这样的一个 CTBUS 元素之后，那其实刚开始孩子对 CTBUS 并没有特别的想法，他们认为就是只是堆叠，然后所以一刚开始其实并没有很明显的看到孩子有特别的展现。孩子每天到学校都会有一个画到布的一个过程，那孩子会记录他们当天的一个心情、情绪，或者是前一天家居生活的一些经历等等，会把它画到他的画到布。那这时候孩子就开始想说，那我只能在纸面上做彩绘吗？那我能不能有其他的方式能够展现我的一些想法跟创作？于是孩子就开始想说，那我来用积木把它铺排出来好了。你要这样看，你要这样看，你这样看就是。我不喜欢这样。它像鳄鱼吗？不耶。然后它的手上也有那个白布的。这是什么？有看到吗？有。然后你看那个人的脸。什么走路？你觉得那个人的脸心情怎么样？心情很糟吗？好了，其他人过来排队。来半蹲，然后手臂这样。然后等一下呢，跳三下，一、二、三，三，三下，好听。那我发现孩子很有趣也很可爱的一点，就是他们开始会在这有限的一个空间里面去规划自己的一个所谓的台东城市地标的一个方位的间隔，例如说什么地方要做国际地标，什么地方要做天后宫，他们的方位的设定包括路线的规划，其实他们都有自己的想法。景点是在海端车站，然后我们再走到天后宫的前面，要拜拜的人就可以来这里拜拜的。然后我们这里是台东车站，因为我们还没盖，然后我们就还没盖。家长也看到了孩子的努力跟投入，于是当孩子遇到了瓶颈，他做不出来的时候，家长就说：“那，过几天放假，妈妈带你去看。”那这一看就真的看出了心得。为什么？因为，据事后妈妈的描述，母子俩呢就坐在那个寒流来的气候之下。十几度的温度，然后做什么呢？就带着孩子，妈妈带着孩子在国际地标前前后后这样子绕了三个小时。开始小班他可能一些都是一些独立的学习，可是透过可能积木建构的课程，他要去学习跟别人合作，跟别人讨论。那我觉得还有孩子在一些作品的成就感的获得，然后他会开心的跟别人分享，这些口语的能力表达，其实孩子都有逐渐的在进步当中。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这里你坐太里面了，没有办法坐成好。如果你这样子的话，它就会很像那个超人一样，马上摔下来。这样子就可以转弯了，像是吧？你的是比较反坐的，你的是这样坐的，我的是这样坐的。刚出来的是这样坐，我的是这样坐。所以孩子自信心的提升之后，他开始有更多元的一个想法，就包括说，当他们讨论到台东的城市我要怎么建构的时候，那也因为孩子有了更上一阶层的想法，所以他就会更有理念。
他们的中心思想是不变的，我今天要做什么，他就会知道说我要怎么做，我要去找哪些是我需要的资源，我要去收集什么，当我遇到瓶颈我做不下去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办。因着这样的一个学习自主的一个萌发，其实孩子成长了，学习了，有了知能跟智能的一个体会跟领悟之后，其实也带领了家长的一个成长，家长不再只是在门外看门内啊，就是孩子玩得很开心嘛，玩什么我不知道，可是也因为这样子投入与涉及之后呢，他们开始知道原来玩不是只是表面的玩，他们其实可以玩出想法，玩出创意，玩出能力，玩出解决问题，发现问题的一个历程。